好啦，第十五条啦，阿 Sam 咧就量度到一个杯嘅容量就1250毫升，同埋佢嗰个嘅相对误差咧 ，relative error 就系0.002，揾翻个 upper limit。嗱，做呢类 error 或者 approximation 嘅数咧，最主要你又揾翻个 maximum error 先，又要记翻个公式啦 ，maximum error 就系等于翻你量度到嘅重量或者系体积咧，咁就乘翻。relative error 就可以揾得翻嗰個嘅 maximum error 啦，咁就係 2.5。好啦，跟住 upper limit 點揾咧？就係將你量度到嘅數值1250，再加翻個 maximum error， 即係最大最長可以容納到幾多啦？就係將你兩個相加就變咗1252.5。咁所以咧，答案咧就係 C 啦。